嘿、hey, ，大家好，我是陈浩。我们今天这一场的带是用这个实战解说。那这一场呢，可以看我们在前期的这个还来是充满着各种嘲讽哦。那可以看到为什么我的勇来到了中路、哦，因为我跟我们的莉莉安是一个双排啊。那这是我们站在双排，我们在台北东区的茶街坐在那边双排，好不好？那跟莉莉安双排，那。这个时候进到游戏画面的时候，我就发现了，我的对线是小丑。那依照我过往的经验呢，勇呢在前期打小丑是非常非常难打的、哦。那我个人呢对小丑的这个对战经验呢是比较害怕，所以大部分呢我走魔路的时候，我会选择跟凯撒路人做一个交换。对，那但是通常都会打字这样，但这一次呢，就想说跟我们队友自己双排，所以呢，我就选择自己跟我们中路做一个换路，这样跟莉莉安做换路，所以呢，我就让莉莉安去对线小丑，而且这样的话，小丑的二技能也比较不容易的去免疫掉太多伤害，因为二技能只能免疫掉、物理攻击嘛。那这边的话，我们的队友呢是节节的败退，那下路那边的话呢是都被打趴了。那这边的话呢，这个对方的不是是我方的刀锋啊，开始有点嘴啊。那其实呢，事后呢，这刀锋呢，我是有不小心，我就按再来一局，然后就被他邀进来，我稍微的教训了他一下。对，那他之后才发现，他就问我说，是真的陈浩吗？对，好，本人好不好？本人。对，没错，但中间呢，他就是不停的嘴哦。那当然他之后发现了，因为发现我是陈浩，所以就觉得好像需要道歉一下。但我觉得这个风气不太好。对，那当然我最后跟他讲，我还是必须给你一点教训。对，那他也可能不知道你会不会看这支影片，但我希望这件事情可以让更多人有一点这种。得到了一些就是怎么讲启发啦，就是不要再这样随便乱嘴了，而且他的嘴了不是普通的嘴而已哦，是不停的嘴，那搞不清楚这个队友的怎么讲的这个战术啊。那其实我在之后也是有讲，就是说因为我的勇前期打不赢小丑，所以我跟莉莉安做换线，那么莉莉安也有发声了，也有说我们是双排，然后换就是换线这样，但是队友呢完全不领情，而且前期是超级逆风哦，所以呢这个嘴的这个功力啊又更加拿出来了，我也是看傻眼，不停的聘我问号。不停的在我身上聘一个敌人消失了。那这时候我就跟我的队友说啊，没关系，算了，这刀锋看起来是没办法，我就叫我们敌人继续回去那个线上跟小丑对线。那我呢是不停的吃我们家打野的野怪，因为他就不停的就是看到人就刷进去，看到人就给他跳进去这样，所以前期其实蛮逆风的。比赛来到五分多钟，人头比数来到1-7哦。那我呢，尽量呢就是在中路呢，因为我知道我们怎么样，是人怎么样，不如是己呀、啊。我知道，这力量在这里，我知道啊，可能没办法靠队友，那你就只能怎么样，自力更生啊，自立门户啊，靠自己啦。那这边的话呢，这个红 buff 我刚好看到在这边，我赶快过来拿一下。那这时候呢，神女超人也慢慢靠过来，他直接过来一个制裁，制掉了这个红 buff， 我也是看傻眼啊，我也是傻眼猫咪啊，虽然我偷人家东西不对啊，但是呢我偷了的过程当中又被队友再偷走，对，那他们刀锋开始开全屏要骂人喽。那鱼人呢，其实他算是比较温和啊，但是也呢就是不理解为什么我们这些人啊要这样乱搞，对不对？我就赶快一个闪现往后拉，这边一箭丢出去之后，大招砰一下射掉对方的这个龙马。那这边呢开始了有一点起色咯，我这边这个哎呀哎呦小丑，哦我扭了一下还是被打到，好痛，我先离开。那这一波的话呢，我们看一下这个经济啊，还是稍微小输一点。那这边的话呢，刀锋呢，这个用字遣词相当的恶劣，
啊，我也是看傻眼啊，看傻眼，想说现在这个时代到底怎么回事啊？那这沃尔玛基本上也是死去，直接死去。但是呢，他也是会怕的，会怕遇到坏人，所以呢，还是跟这个不小心开了全屏之后，还是跟人家说抱歉这样。那这个在下路被小丑一个单杀。好，我们这边尽量扭一下，扭一下，躲一下这个对方的这一波进攻。我尽量把兵线清掉就好，把兵线清掉就好。清掉之后，我们就先不打团战了，先不打团战。我们尽量的就是做一个防守，因为我们现在是处于一个逆风嘛。那这边的话呢，刀锋宝贝直接打说射手走中路是不是一排的、啊？而且还是用全屏哦。哦，我也是看傻眼了。对，那这个摆明就是让对手呢知道我们在吵架嘛。那这边我知道他们准备要靠过来，所以，但是我推掉一塔没关系，一个人的换一塔，我这一死算是值得。那这边我有打出来说，哦，那个因为我前期打不赢那个勇，打不赢小丑，所以我们做一个换线。对，那但是呢不领情了，完全不领情，那就算了。啊，其实我不太想要做多做回应了，因为我觉得我们就好好打自己的，这样就好了。也不用去做太多的一个解释啊，直接又是用全屏说你可以删游戏，嗯，很棒，很棒嘛，可以删是不是？好 ，OK， 啊，真的好嘴好嘴。那这边的话，我们的经济呢也是慢慢的怎么样拉起来了，一个开心的 Happy Ending。礼拜天的晚上，我遇到了这样的一个怎么讲，一个朋友啊。那这边这个女超，你会把红 buff 让给我吗？哦，没想到居然让给我了。啊，这刀锋呢，其实呢，对，就是花很多时间在打字上面啊。我是觉得，与其花那么多时间在打字，为什么我们不如好好的打一下这场比赛？这一个龙马戳到我，我一个闪现 lag 了一下。那这边成功带掉对方两只角色，我看到吕布在右方，我们尽量这个站位就是找一个掩护啊，对，找掩护。我们再看到雷一波，我身上是有红 buff 的，我一个一技能定到你之后。他决定放弃治疗，这个人生完蛋了。我一个大招本来要射掉他，但鱼人一推啊，把他推开。那我们这边基本上可以往前了、哦，往前。这个龙马是在诱惑我们啊，这是一个引诱战术啊，你知道吗？他把我们往旁边拉。那这边的话呢，这力量靠过来了，我知道这个蓝 buff， 我一把箭射掉这个蓝 buff， 我大概预测一下他的血量，就直接拉掉。啊，今天呢礼拜一，happy， 大家对礼拜一有没有一个恐惧症？对，那我今天等的我要下台中了，我现在是一个早上起来录音的一个状态啊。那这边的话呢，看到吕布，我稍微的，这吕布是有途径技能的、哦。那我们这边已经在这里打出一波蛮漂亮的团战，但我本来是觉得可以吃凯撒，但队友完全不理我。好，大家不理我啊，就算了。我们真出了冰炮之后，这个吕布我直接缓了他一下，这个一技能定到之后，大招本来要射他，但是被他一个位移技能逃掉喽。啊，可以看到呢，慢慢顺风起来的时候，我们的刀锋嘴巴很安静啊，安静很嘞。那没关系，我们真直接的啊，推塔啊、哦。这个小手，有痛，其实也还好，也没很痛，因为我出什么？我出冰炮。但这一波呢有点凶，我就先拉掉了。这个对方呢有点杀无赦啊，但是我这边就先拉掉，没关系。好，先拉掉，这边快速的把这些野怪都吃掉，我们清理一下对方的野区啊。那这个时候力量就讲话啊，好好打就好了嘛，对不对？当然，那这边对方直接杀出来，我就不理了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可以发现，刀锋居然啊愿意让我又被队友抢走了这个红 buff 了。我以为刀锋愿意把这 buff 让给我，结果居然呢是被我们神力女超人再拿掉这个 buff。好吧，算了。其实我觉得这女超打的也还不错啦，可圈可点。那这一波呢，因为我有冰炮、哦，所以我这一个定身定到两个人，我的位置站位是没问题的。OK， 这个再带一只。最后这一波会战呢，打得相当漂亮、哦，是一个零换五啊！对方这只小手再一次的嗝屁。看到最后战绩呢，其实很难想象前面是一个1-7，然后大家嘴到爆啊。然后这边呢，实在是有点空闲时间了。我就说刀锋，你没上过电视吗？科科，这个我们就直接推进来了。
我的第二次回应啊，回应我们的刀锋宝贝啊。那我这边出了一个圣剑之后，我试试看看能不能推塔，但是这个吕布好，我直接交出一个瞬移啊，我完全不想要任何一点可能会死去的机会，所以我直接就交了一个瞬移就拉掉了。那我们的女超对线吕布的时候，在前期就出了这个狙魂了，也是蛮聪明的。这样的话还可以抑制到吕布的回血。那这边的话，队友好像 have some trouble。OK， I can。其实在这边打起来呢，非常非常的不好，因为我很有可能会被直接被切爆，所以我在这里犹豫了很久，我并没有上前了，我一直选择抠退，因为我觉得这位置开战起来不好。因为到后期是很可能一波就被带走，所以我们这一次开张选择非常谨慎。可以看到莉莉安在吃蓝，所以我并没有要打的意思。那对方也绝对不敢吃凯撒，所以这一波呢，我们是在一直吃试探。那这里看到对方所有的人都在前方，所以没有人可以切到我后面来，所以我勇敢的往前走。那我身上又是冰袍的，所以可以达到一个良好的缓速效果。那这沃玛基本上直接死去，不好意思，直接死去。那这边这个雷波，我一个冰霜法袍啊，冰霜长袍的威力直接还住他。那这边的话，我们硬猜这个龙马呢，你是不是直接死去？爸爸。那最后这个防御塔，硬猜，我们硬猜，最后拿下这场比赛的胜利。好了，这场比赛就到此结束了。如果喜欢影片，可以订阅 YouTube 频道，也可以到 Facebook 按赞 ，IG 呢也可以去追踪一下。那我们就。下部影片再见面喽，大家记得玩游戏的时候呢，尽量来一个 pace， 不要太过嚣张、太过猖狂啊！因为你可能骂到的人是你完全不认识的人，不对，基本上是你完全都不认识的人啊。好了，那今天这部影片呢就这样喽，那拜拜喽，拜拜。